便买，我还随便。不是光腿。
啊？在干嘛？拍视频啊。拍什么视频让我看？就拍建筑视频啊。这里建筑不能拍吗？对，我以为你直播呢。直播？干嘛？不许直播啊，这里。不能直播的。拍录像可以拍的了。拍录像，按道理说专业的就不能拍。专业手机。这里是保密单位吗？这是旅游景点呀，对不对？
你点一个嘛，是吧？对呀。什么？你听见了？对呀。这么大声干嘛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别这么。